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，没有个性怎么行？拍照这件事必须卷起来。等一等啊，喂，不是让你卷姿势，如何随时随地记录生活的美好，是让你把一台手机变成拍照神器，随意停放，定格生活新角度。三星 Galaxy Z 系列绝对名产品的多角度悬停技术，区别于市面上其他产品更稳固更精确，而且我们发现人们在社交平台更愿意去晒特别的角度，渴望被看见更多元的自己，所以我们聚焦角度教大家如何使用三星的折叠屏，在不同场景下进行更多角度的拍摄，比如拍摄萌宠时如何挖掘更隐藏的角度，在运动场景中如何让我们的拍摄更加有临场感，聚会记录时如何告别大头照，想要记录爱好时也能够随时随地拥有自己的隐形跟拍导演。有趣的角度加有趣的场景，只要你想，随时开拍。截至12月底，四支视频的阅读量138.2万，视频观看量18.6万，互动量18008次。除了网友的热情，还有客户的认可，在三星门店角度已经成为人们购机的重要考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处可见人们的创意角度拍，我们用全新的角度改变了社交平台的分享形态。三星 Galaxy Z Flip 4的角度拍摄玩法深入人心。